一把吉亚斯黑，这把的话遇到的是鱼女。哎，这鱼女的话，这个阵容就有点厉害。他们好像是固定阵容啊，拉拉队员作曲家，古董商这边带飞轮，拉拉队员这边带飞轮，俩飞轮，然后这边作曲家中场。这鱼女可不好打哦，这鱼女跟中午的雕刻家可不一样哦。雕刻家你自己技能对吧，节奏起来了，他就是滚雪球。鱼女这个角色想要主动去追一些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的。这把我无限看好求生者。来，我们镜头先给到，包一波水汽，拉拉队员。收叉的话，这边拍板子应该是没有机会抽到这一刀，然后板子再拍，用完看看拉拉队员怎么样加速转点啊，这个可以学习一下这些顶级人皇的一个转点思路。他这边是先回女神像，会不会进医院？因为进医院呢可能会干扰到这边队友的密码机，一个加速再回。大家注意他的一个转点思路，他的转点思路是沿地图的边线，然后把这一些利用自己的加速把这些交互点串起来，反正一个点串完下一个点，对吧？一个点溜完串下一个点嘛，就不给你任何的机会。好，再转到小房，小房都不需要进了，他可能准备转中场了。中场这边的密码就快修完了，就中间的机子修完没有？我要过来了，修完了，马上修完了。这边一波收叉，他这里的话，古董商这边的机子其实也快修完了，再一个加速拉走，然后古董商这边可以帮忙点两棍吗？98的水汽，这边的话古董商帮忙拍板子闪现一刀打古董。这个古董打完你抓不抓他呢？这古董商战力有点强啊，有飞轮再加满棍在手，如果选择不抓他呢，这个闪现其实就等于有点白打了，已经崩了。说实话这样的局面你交给他们四个人的话就对吧，准备下一把吧，啊，准备下一把吧，就应该是恭喜我们压不平的观众了，提前恭喜你们。鱼女要怎么翻盘？开门战，四人开门战，关键这把的开门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佣兵的薄命都不一定交得掉啊，就现在这个拉拉队员你都处理不掉他，对吧？你的拉拉队员你都处理不掉他，你可能第一波救人的时候是压机救人，压机救人佣兵这个薄命都不需要交，这局的话可能看的是个四跑，他都不是二和三了，他是三和四之间的一个摇摆，不存在于二，想不出来怎么二，对吧？佣兵开门战手里面三护臂，捏个薄命在手上面，你慌不慌吗？好了呀，这里就看怎么跳地窖了。再拉拉队员一轮结束，砸个板子，亮不亮？亮，亮了，应该是在天门的，也就外面三个队友都能走。这边的话，拉拉队员排地窖还是怎么说？佣兵这边的话顶过来，鱼女这边选择管门嘛？管门的话，拉拉队员应该是反向去小门，这里。古董商一夫当关交飞轮，再补一关，好掩护一刀打中佣兵，走，三人全走，拉拉队员这边一个加速跳地窖，点门，点门，哎，点门有传送的，他是不知道地窖在哪里。冲刺，这边的话吃一个水汽伤害，然后加双加速，应该是冲得过去吧，这应该是明显不知道地窖在哪里啊，这队友也不报一声，队友说快点我们下一把了，冲分的新赛季啊，不是，他不会要走门吧？收叉这一刀有机会啊！
这个说实话，其实这把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，因为作为职业四黑，他们这个地窖没能跳，就如果比赛里面这属于大失误啊，对吧？这三分赢两分跟赢五分的还是差别很大的。